马上请老师来做讲评，雅文老师，依琳哦，老师好。你的歌声唱这首歌是适合的啊，但是为什么你要唱到遐歹？哦，太冲了，对不对？嘿呀、啊，这首歌曲哦，伊既然是伤心的第四代，你那么的用力，一开始就那么的用力，那个展现出来的不是这首歌的词意。哎，单点有来营修营的榜啊，所以不需要这样子。哎，所以这首歌是差这么一点点而已哦，所以两位其实都唱得很棒啊。依琳，你的技巧很好，然后呢，你的情绪也很足，就是你现在接下来要修正的，就是可以再 easy 一点，好，就是让自己再松一点，好，因为其实你依你的程度，我觉得应该是你只要能够松松的唱的话，其实会应该会更好。那我也在想说你这个比赛比完，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青春组？这样哦，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。谢谢，老师邀请你哦。谢谢。